问你个问题啊，如果有一天我喜欢别人了怎么办？那就喜欢呗。啊？我们一生当中一定会遇见很多人，如果有一天你遇见一个女孩，她性格比我好，长得也比我好看，你一定会心动的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如果你和她在一起能比和我在一起更开心，那么你就选择她。如果你选择她了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不要瞒着我，你就跟我讲你和她在一起比和我在一起更开心，那么我就没有遗憾了，因为我也希望你过得更好啊。但前提是要确定你俩在一起能够过更好的生活，也是你想要的生活。那你会和别人在一起吗？如果你还选择我的话，那我一定不会选择别人。我不会选择别人。我信你。将风吹过八千里。